双人成行是我今年玩过最棒的游戏。必须双人游玩是一个不太常见的品类，这对不少人来说也是一个不低的门槛，但双人成行绝对值得你为自己找一个同伴来体验看看。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游戏的双人很好玩，还有一个是这个双人游戏的游戏很好玩。我看到很多在犹豫的小伙伴们会觉得，如果两个人的游戏实力悬殊，那可不可以在一起玩呢？我觉得呢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不像我的朋友瑞哥一样恶心虫子恶心到要吐的话，游戏还是相当友好的，顶多就是玩得慢一些。当然了，如果你实在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像我一样啊，换老公嘛。大家好，我又换了一个老公。先说游戏故事一开始，一对闹离婚的夫妻因为一本魔法书和女儿的眼泪都被变成了玩具，书则给我们指派任务，想要修复我们的婚姻。剧情框架很简单但很好用，在一个有魔法存在的世界里，两个被变成玩具的成年人什么事情都可能遇到，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游戏也确实营造出了那种进入了一个冒险动画电影的感觉。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如果聚焦双人成行的单人体验，游戏性非常强，动作手感扎实，内容丰富多变，我玩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发出感叹。贯穿始终的玩法是解谜和平台跳跃，游戏的每一个章节都发生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桌上摆件水晶球世界，神秘诡谲的钟表内部世界，你前脚还在吸尘器的体内游荡，后脚就有可能被宇航员狒狒抓走扔到太空。到了女儿的玩具世界，瀑布都是海洋球做的，一个世界接着一个世界，感觉作者完全把逻辑扔出窗外，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冒险会发生什么。这个是要干嘛？我咋没搞懂？然后呢我需要做什么吗？玩法也是紧扣主题，就像马里奥的不同变身，玩家们每进入一个世界都会被赋予一个新的能力，这个世界的谜题全部都围绕着这两个新能力展开。比如我很喜欢的工具箱世界，在棚屋你们两个人的能力分别是锤子和钉子，钉子可以扔出去吹口哨叫回来，锤子可以砸也可以抡出去挂在钉子上，那一整个工具箱的关卡就非常聪明的围绕着这两个新能力展开。然后到了下一个世界，之前的能力全部丢掉，开始围绕全新的能力解谜。比如在钟表关卡里，你们一个可以逆转时间，一个可以瞬间移动；在声音的关卡里，你们一个可以以歌声为武器，一个可以把镲完成美国队长。最让我惊喜的是，在玩具城堡从地牢逃脱的路上，游戏直接整个变成了斜俯视角动作 RPG。 自信一点说，双人成行的关卡设计是可以和超级马里奥奥德赛同台竞技的。游戏几乎没有 idea 的循环利用，只有精华和精华，每一段体验都是完全新鲜的。其实大部分游戏都是围绕着一个或几个 idea 向外扩散产生的。往前说，比如马里奥的跳和索尼克的速度；往后说，比如最后生还者是围绕角色刻画。那魂系列总是会有挑战但有趣的敌人设计和错综复杂的精巧地图，这些东西就是游戏的主心骨，是 fun part， 是我们被这些游戏所吸引的原因。我们只要进行这些活动就会感觉到快乐。 This is amazing。但很多游戏做不到让你一直快乐，无论是需要拖时长，还是骗内购，还是制作人自己都不知道乐趣在哪儿。游戏里总会出现很多像各种剧里拖剧情、水集数的填充部分。我们有时候总会觉得游戏在逼你在游戏里做很无聊的事情。当这些填充做得比较恰当，我们会说这个游戏节奏好；当这个游戏填充太多，我们会说这个游戏又臭又长；当一个游戏没有任何填充，我们就会说它是 masterpiece。 双人成行里没有任何不是精华的部分，一个章节的玩法和点子比很多 3A 大作一整个游戏还多。这种程度的丰富体验和不断的惊喜，就像是在吃一颗只有西瓜心的大西瓜。然后是双人成行命中的第二个靶心，双人协作。我们之前玩过的主打双人的游戏，不论是闯关的还是傻屌的，两位玩家的游戏路径几乎是完全对称的，两个人都在用相似的工具做同样的事情，分工更多时候都是为了效率而不是强制，很容易会让人产生我们之所以合作是因为对方需要一个人力而不是他
需要我。但双人成型很在乎两位玩家结合的是否紧密，并且把需要彼此帮助的谜题贯穿了整个游戏。因为分配给两个人的能力不同，所以要通过的路径往往也不同，但环环相扣，要用自己独特的能力为对方铺平道路。比如钉子和锤子，磁铁的南极和北极。最离谱的时候，你们甚至一个人会负责驾驶一个滑翔伞，另一个人站在滑翔伞上和一个穿着军装会说话的松鼠玩街霸一样的格斗游戏。双人成型之所以成为双人协作游戏教科书，就是因为它真的实现了这种相互依存有同等重要的关系的体验。你和你的搭档就像是一副拐杖，共同搀扶的是你们的亲密关系，一人一步往前走，缺一不可，这样才能走得又快又远。一个系列十几年玩法没点变化的 3A 游戏比比皆是，而双人成型一个游戏就拥有这么多机制，还是围绕双人协作设计谜题的，可想而知做到这些得有多难。更何况还要兼顾关卡与动画、游戏性和电影感，拍电影出身的制作人对镜头语言的把握还是很讲究的，运镜啊、子弹时间的使用都是一种视觉享受。游戏里还处处可见对很多经典电影的致敬，也有很多好游戏的彩蛋，当然还有他自己的上一部作品 A Way Out 的彩蛋。 Joseph 这个老哥，我已经被他圈粉了，从他做的游戏里面就能够感觉到他满满的热情，我真是对这样脑筋不太正常的小天才没有抵抗力。之前他在 TGA 上大放厥词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个人脑筋不太正常，还挺有趣的。就算在此之前都没有出现过一款特别成功的双人协作游戏，但他还是对双人协作这个类别有着谜一样的自信。But it's my idea from the get-go the first. 没想到他竟然花了3年时间，真的做出了双人成型这样的杰作。Fuck the Oscars. Fuck the Oscars 这个梗听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搞笑了，反而让人有一些脊背发凉。他好像真的能做到哎。This is insane. If the whole world tell me your game is shit, I'll tell them no, it's not. 不过这个老哥说话狂归狂，做事还是很谨慎的。双人成型售价是$40，竟然不是全价，中国区还只卖198元。太没自信了。游戏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判定相当宽容，几乎没有任何死亡惩罚，只要不是两个人同时死亡，游戏都可以正常推进。游戏并不想给玩家们任何心理负担，更不希望因为一方的小失误产生不愉快。我到了呀。到了吗？我到了。你到了吗？你没到啊。看我这样。总之我就是超级推荐双人成型，普通朋友也是可以搭伙一起玩的。我觉得当游戏进入某一个小高潮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对你身旁的朋友做点什么的，哪怕只是相视一笑也是非常难忘的体验，相信我，错不了的。别忘了三连哟，据说点赞这个视频的朋友更容易找到伙伴一起玩哦。